花车颠呀颠，纳西达睁开眼，他说纳西达的生日就是今天，花之骑士和侍从们将他发现。神明啊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大家都期待与你见面。花神诞季开幕了，人们围着他快乐地转着圈。那是帕蒂沙兰。花之骑士和侍从们为他准备了惊喜，甜蜜的糖果像烟花一般绽放在他身边。准备好，三二一。花车碰上了缤纷的鸟雀，七彩的喜悦飞旋于人们眼前。其实我也有惊喜要送给你们呀，出来吧。说刚刚就像做了个梦，因为自己从没见过如此美妙的庆典。